要说地球离毁灭最近的一次，就属方面美国和苏联冷战的时候了。当时二者为了争夺世界霸主，在无数科技上比拼，从地面比到了地下，从水面比到了水下，甚至连太空也比了一次。不过虽然如此，但是也是极大的推动力世界科技的进步。而在武器方面，二者比拼的就更多了，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，而且全都威力巨大。在那时候，苏联有这么一种武器叫做撒旦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 SS-18 洲际导弹。那么当年这款武器有什么厉害之处呢？撒旦在西方的神话中一直是魔鬼的意思，可见取名的原因，它就像魔鬼一样，懂得的人都知道它的可怕之处。而它也是名副其实，不仅在当时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导弹，而且在如今也没有人能撼动它的地位。苏联当时有了它，才有了和美国抗衡的实力。自从核武器被研发以来，世界被它的威力所震慑，但是也被深深的迷恋。普通武器和它相比，简直一个天一个地。于是美苏竞赛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核武器，这其中还属苏联的撒旦最为厉害，光是体积之大就把美国吓一跳。它是在 SS-9 的基础上进行升级的，不仅保留了很多优点，还有了重大突破。1973年 SS-18 撒旦首次试飞成功，两年后正式服役。它全长 34.3 米，重量达到了210吨，有效射程达到了恐怖的16000千米，可以从本土发射大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，当然包括美国全境。撒旦可以同时携带10枚有每枚75万吨当量的弹头，或者1枚2000万当量的弹头。要知道当初日本遭受的那两颗才几万当量，可见其威力之大。它使用的是 RD-264 两级液体导弹，而且还可以惯性制导，在今天看来也是不错的技术。当时撒旦的阴影可是遍布欧美，很多国家甚至都开始修建底下躲避的核设施和训练民众如何在15分钟内完成躲避。但是核弹毕竟是威慑性的武器，不可能随意使用，否则地球早就被毁灭了。撒旦虽然厉害，但是其实也是一种自保的武器，跟中国一样，其实主要是拿来威慑的。